今晚第三位歌手究竟是谁？走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哎，我感觉好像戏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哈。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谁。我有预感是你。他歌唱得很好。这里哪一个歌唱不好的？他的发型也很帅。啊，帅，应该不是我吧？他真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有文化的好歌手。拜托了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不用拜托，谢谢你，因为你要去那个上台，或者我唱完下来吃也可以。保姆夫。我选择的是是是否这次我将真的。这位老师他红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，所以不是那么了解。这一次我会把它改成还蛮摇滚的东西。有一句词特别喜欢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。颠覆也算是一种挑战吧。啊，完了，已经出汗了，手里真的不知道观众怎么看吧。有请比比。大家晚上好。苏瑞姐，苏瑞老师好，很开心，然后今天可以站在这里。等一下自己改编的这首歌其实也跟原版苏瑞姐唱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原版里面可能带有更多的是不舍，但是我自己重新演绎的这个，然后会带有一个坚定的决心了吧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。我觉得他这几年转变好大，变得很有自信，从容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那句话，情到是主人孤独。多少次的寂寞只砸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。自我忍住伤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那句话，情到深处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那句话，情到深处更孤独？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。多少次我认
被感动到的神情这方面，完全把你的心理节奏 hold 在他那个歌里面。从一开始的眼神我就知道了。对，傅瑞杰，我们的 BB 是85后的小孩了，看到他是不是特别亲切？感觉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演唱。是，让我觉得很有个性。你能够把那个慢板转快板的那个反差这么大，然后呢，你又可以把快板的那种个性呈现出来，就是那个不在乎，那个是非常合乎现代这种感觉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谢谢苏瑞杰。是的。